奇迹看三生，姐弟运虚生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三生，今天来到雪地又一冷门物资点，挑战只用煤矿物资奇迹。这地方我之前确实没再来过，它里头有两座建筑还挺特别的。那就是这个架子，大概是用来运煤的，但我觉得蹲人肯定好玩。这上头一层一层的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动的。这地方虽然大，但是中看不中用啊。三级包，这倒是挺好看的。挺好看的。煤矿你们来过吗？应该是不刷信号枪的吧。信号枪。等了半天也没个人来。哈，又是个三级包。感情这也怪肥的嘞。搜了一圈也拿到了我喜欢的步枪，多装点子弹，咱们也该走了。这里一点人声都没有，真的是好冷清呀。看看装备呀，这就是我全部的身价了。嚯，水泥厂相亲大会还在继续呢。真的很想知道你们上去过没，走，我带大伙上去溜溜去。日出不在北边吧？他倒了也不走两步，这局势我看不清啊。听听，这边打得跟对暗号似的，让我看看他准备干啥。这小妖猫的好像是要来搞我的，嘿嘿，大善人三生给你点提示呀，一打咱就跑，下去换个方位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人体烟雾弹。不慌不慌，这儿除了烟雾弹也就石头能藏人，要是救援的话肯定就在这儿。看看小猴的发挥吧，怎么样，还行吧。 OK， 已经前五了，这把子弹不愁了。哦吼，好家伙，他们刚刚在尖叫，但是我一句都没听着。哎，这时候开车估计是顺圈摸人呢。嗨，他找不着了，还是得回来找我。咱等等他，顺便让他烤烤河，吃个地瓜什么的。来了，老弟。就剩最后三个了呀，先把房子摸清楚。好嘛，一下逮到俩。怎么就这么巧呢，你说说。哇，这林子可太难找了。好吧，又是没恰到鸡的一天。